而且我这个月有一天忘记打卡，所以我还没全勤，说这个月只有35，没有36，气死我了。哇啊！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大家对于钱很难拿这件事情，真的是越来越不满。就是我们师傅有一次说，我们一天要打4个卡，上班、空班、空班返回跟下班，然后一个月要上22天。啊，嗯，空班返回，对，就是空班，就是我们中间休息时间怎么了？不是，他刚刚是听成空班法会。Oh my god！ 要重复谁？法会又谁？笑死！对，然后你一天要打4次，一个月要上22天的班，这88次的卡里面，只要有1次没有打到，你就没有全勤。哦，哇塞！对，我真的就是对，没错。傻眼哦，很棒哦！我觉得不很，好吧，很抠啊！我告诉你，以前是一个月给你30机会，我后来就不给了。哦，没有，你没打到，就是没有全勤，就八八。然后再没打到，记一次警告，就八八九 M 八八。没错，然后10次警告可以换一次惩戒哦，真是很棒哦！我头痛。然后那警告是干嘛的呢？就是，反正就是小工会给钱嘛，相对来说警告就是会扣你钱这样子。每不知道3个月还是多久结算一次，我猜那应该就是到时候会从工作奖金里面扣吧。太不爽了吧？没错，我漏打卡，那我还要被扣钱哦，完全不能漏打哦，漏打就没有全勤哦，我就已经被扣全勤了哦，然后我接下来还要被记警告哦，我真的是。太鸡巴了！到底是多缺钱啊？这么缺钱就不要出来做我老板好不好？我真的是太鸡巴。对，我现在真的很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你如果缺钱就不要出来当老板啊！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因为他们总是梦想着一夕暴富。没有。但他们就是一夕暴富，他们就是自己拿的钱还是那么多啊，然后一直压我们底下的人啊，资本主义。哎，等你开店。哎心累。我们距离领薪水还有多久？哦，好，我现在每天都是看着那个倒数在过日子。我们快了啦，我等于是才刚发薪没多久而已，我还有的等。在2周，这礼拜六还要上班呢。嗯，你知道我们这边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我完全感受不到微博版，就想跟家里一样的，都一样。对啊，我就觉得好烦哦。而且你知道，因为就从去年年底到过年到现在，就是动不动就有一堆连假，就你们就一直补班，然后放连假，补班放连假，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看到连假就有一种。没有廉价，奇怪，哪里来那么多假可以放？干嘛一直放一直放？大家都不用工作，是啊。其实我宁愿他不要放廉价，是吗？因为你这样我补班，我反而会觉得身体更累。你要上6天班这样？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就是周休二日，就是2日来帮你回满精神这样子。然后突然，啊、这多放那个。多放那一天的连假，其实你没有太大的感受，你就干脆把连假提前放一天，然后补假。你在当天，大家就是想要出去玩，然后想要玩很多天，那这种连假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对于那种会想要出去玩的人来讲，他们很爱。可是对于像我们这种，就是不是说特别想要出去玩的，我们就会觉得放那个很累。哎。对，你说要补吗？好像也没有补到什么。而且对我们这种服务业来说，看到廉价只会想吐而已。
因为就是上班上到吐啊，补班补到吐啊，补班你们也就跟连假一样啊，所以对啊，补班也就跟假日一样，然后等于是我们根本就是多做好几天假日这样子。Oh no！ 完全 ，Oh no！ 完全没有感觉这样，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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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No no no！ 你、yeah. ，真的是很糟糕呢。惨。啊啊！我有一天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太久没有回到就是另外一间办公室，我觉得啦，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回去的那种 feel。可能因为工作现在就是完全分开了吧，会有种距离那边好遥远的 feel 哦。然后等回去以后，他们那时候在聊说什么什么，那是什么东西？他们讲。就是我们的那个某位就讲了一个词，他说他们前几天在聊这个，然后我就说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是因为他的台语不标准，所以我听不出来是什么。哦，后来是别人讲以后，我突然干，我知道是什么，但嗯，所以乙方那天也有传给我，觉得很好笑。快哦耶！哇！我其实觉得我们的小魔女也蛮厉害。你看，从头到尾就是这一套衣服，然后好像没有洗过哎、欸。啊？你什么时候觉得二次元角色的衣服需要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二次元角色，就觉得说，等一下，为什么你一直都穿？没有啊，说不定他家里的某一个衣柜打开来，然后里面成堆成山的有100套一模一样的，他每天换一套丢一套，你不知道啊。你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呢。哎呀，哇塞，所以他是怎样？他是定做戏，然后一次都是定一系列，然后同款版型。没错，你只是看不到那个柜子而已，它藏得很好，而且我们连澡都没有洗。感觉不太对呢。我突然间想到，这就跟那个啊，女生不会上厕所，女生的屁都是香的这种概念，她们不会流汗，也不需要上厕所，她们就是长这样。Oh my stars above. Oops.I'm channeling my mama, but I couldn't help it. This blew me away. 他在跟他妈妈交流，他妈妈在哪里？心里满通灵电话吧。好合理哦，电话。干，你知道最近，你知道现在我常常在讲一句话，就很好笑。就我说，我们又不是法师，我们不会通灵。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觉得。他就是会一起问一些，就是别人要通灵才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这人生也太难了吧！我不知道，我有时候都会很气。会、啊、我要是会通灵，或者是知道这件事，我他妈还在这里做。我可以直接去预测下一集的乐透彩，我们就可以直接。对呀、啊。我还在这里工作。请问你有乐透梦吗？没有哎、欸，我没有。但偶尔会觉得，哎、欸，可以玩一下嘛。就如果真的这一期上看很高的话，就会去买个一张到两张。但是我会直接电脑选号。哦。对，而且看看我平常中发票那几率，我就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发这种横财的潜力跟运气跟这个命，看得很开。哦，突然想到有一件事，就是我在要准备来新的，就是这一间办公室之前，我那时候一直觉得不太顺，而且在还没来的那一周，我就摔碎了玻璃杯，然后又割伤自己。真的假的？对吧？以往那时候有看到、嗯。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小白痴，还是一直往那个地方跑，不是番茄，一直往那个地方跑。那个就是玻璃杯碎了、就是、然后我不动嘛，因为我是在我他等于说他是在我旁边碎，所以我最好不要动，然后以后的时候就要去拿扫把、然后就有一只很白痴要一直冲过来说、你还好吗，你怎么样，我要不要不要你不要过来，他们就把我就把我
我就把他拉走，说你走开啊，你很烦哎、欸，你走开，我要扫地。笑死。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我不动是因为怕会不会踩到，或是其实有东西粘在那里，那我就不要动。嗯、然后最好是以往就是，就慢慢的把东西扫起来以后，我们再看说有没有哪里反光，这样去 check。然后不然就是怕它太小，碎的太细这样。嗯，然后没多久呢，玻璃被弄完以后呢，我在拆纸箱的时候，我就被纸箱割到。啊？太惨了吧！而且重点是还那个的看起来是有稍微有一点长，有一点点长，就是你说因为平常纸割到是一米米，然后它大概比纸割到再长、啊，然后我就想现在是怎样多灾多难，血光之灾哈，跟我前一阵子的我一样哎、欸，我之前前一阵子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手就一直东撞西撞，那个手上的伤应该有大概两三个吧。然后因为我又要一直碰水，所以又没办法好，然后就发炎。那前一个还没好，下一个又撞上来。然后我最夸张的一次是，就是我去搬那个纸箱，然后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可口可乐进货那种糖浆很大的，所以它纸箱都会用那种，就是会粘的比较老的那一种嘛。然后我刚好搬的时候，它的那一面的纸箱刚好可能很立吧，反正我就是搬起来，然后要就是挪动一个我比较好的角度的时候，我真的是就那个纸箱，我就直接把我的那个小拇指的肉整个划开，是那个没有到很深，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肉是可以微微的把它分开的那一种，这样好可怕，对，太，然后太可怕了，然后就默默的，就是我就这样子，我在搬起来移动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啊，这个很就是比一般的被划伤还要再深的。那我就是默默的去把事情处理好，然后将放进去，因为我要换糖浆，主要是因为我要换糖浆。我就默默在那边把糖浆换完之后，然后就进去，然后冲个水，然后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对，那段期间我就是一直受伤，总东撞一下，西弄一下，然后东划一下，西碰一下，烫到啊什么的，一直来，真的是一直来，每天都会撞个两三次这样。嗯，我那时候真的是受不了，我有一次又撞到的时候，我就怎样在挡灾是不是啊？好，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讨论，这是后续我等一下要给你讲的部分。嘿 ，Am I ready for bed？ 先让他睡觉吧。睡。反正呢。就随着他的早起，我们继续来谈论这件事。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不太对，你知道，事情不顺，然后卡卡那种 feel。好，直到这件，而且这个感觉，直到我搬到新的办公室以后，我一直隐隐觉得怪怪的，就是怎么样都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啊。然后我就想一下，我就跟老妈讲说，妈，那个跟我们的那个师姐讲一下，哦、知道了，跟我们的师姐讲一下，说我现在换到新的办公室去，然后一样的工作，然后新的办公室去，然后可是因为我觉得不顺啊，你帮我弄一下，就请师姐帮我弄一下，这样，她说好，结果，这个。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通讯非常方便啊，所以现在你怎么跟师姐讲呢？以前是用电话讲，现在呢LINE一下就好了。我真的假的？好哦。对，现在LINE一下，然后转个钱就好了。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我妈就截图她跟师姐的对话给我，然后我就把那个我看了以后，我默默把那个传给乙方。哦。哦，等一下，那个后劲有点强，我吵一下。哦，完了，一万我找不到，在哪里？哦 ，quick！ 你打帅应该会有帅，帅哥的帅。哦。
下哦，我看一下哦。啊，你刚刚传给我的这个好像是我之前在用的东西。嗯。我找一下，算了。来，给你最新的，自己去找。哦哦，有。好，反正因为有报地址，师姐就说这个地址不急，有拜才有宝，才有波比。哎、欸，阿瑶还在吗？还在啊，还在啊。可是因为你们在讨论的东西，我没办法。没有啊，就是那个啦。所以师姐，我就传那个对话给余昂，然后师姐就说。我这新办公室的地址非常不吉利。Quick， 是假，好歹要拜，他说就是要拜才行这样。哇呀！你知道最好笑是什么呢？前一天我才跟忘记哪一天，然后刚好在录 podcast， 就我现在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开台预录 podcast， 然后但是听众朋友就是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互动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刚讲来说，我觉得最近卡卡不顺，我说有没有可能是换新办公室的问题呢，还是怎样的？然后人家就说你要不要去拜一下那边的土地公，去跟他讲一下。然后讲完以后，就是我们聊完这个话题，然后我隔天还是觉得不顺，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妈去跟师姐说，师姐就说这个地址不行，我师姐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很扯。而且那个不顺到就是我刮刮乐完全一张都没有中，这种部分吗？是用这个部分吗？好吧。就是那个感觉解决的事，就是我突然间想到，我终于遇到一个运气跟番茄一样，就是这种发票会中的人一样好了。因为我那天就大家一起去附近麦当劳吃宵夜，然后就有来支援的那个，他就弄一弄走走过来说：“哎呦，之前发票每个月都中过一两张，我这个月没有中。”然后我们所有人就看着他，会中一两张。中发票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然后就旁边人说：“对啊，什么时候？我上次中什么时候？”我想。天哪！这世界上又有跟番茄一样运气一样好。不是啊，你知道这是一个感，这是一个感觉，这是不正常啊。我知道啊。是说我们这次来支援那个人，他很像渡边直美。哦。渡边直美。哦。哦。I'm all out of. I could eat some. 就是那种夸张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我以为你说的是体态。对，也有夸张的感觉。他是男生。哦。他是男生，但是全脸人。我刚刚想说。他就是给，然后是属于就是真的是好姐妹的那种氛围这样子。哦。标准好姐妹的那种氛围。不是说那个哦，遗忘，我们什么时候要去看《鬼家人》？我闹，你要提早讲啊，提早讲就会有时间呢、啊。嗯，那等领完薪水吧。领完薪水他还有吗？不讲，那只能顺便的。对啊，而且一直想去看那个《鬼家人》。还好知道吗？我知道啊，但是我没有要去看的意思。但我只是觉得他应该会很好笑。对，可是我不知道就是没有打到我吗？我就觉得最近的电影都没有打到我。我想要去看《龙与地下城》。哦，我也想看《龙与地下城》。《龙与地下城》我也倒是有点好奇。哎呀，没可以程度的。到最后我真的觉得《龙与地下城》你要知道就是怎么玩。或者是你要有个概念才会觉得好笑，要不然就是只是看一般的，就是动作片，对，废片。但我觉得他还蛮，好啦，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碰过 TRPG 的关系，
也是。你知道这个，这让我想到我今天看到一个小短片，嗯，他就说，就是他就写说，如何举例玩 TRPG 的状况这样子，然后他的影片状况呢，就是他要把一个东西拿去微波。So, did your babysitting experience prepare you for twins? 甩出了一。Oh, Tara, nothing prepares you for twins. At least they're not toddlers anymore. They don't try to put everything that's not nailed down in their mouths. 好惨。我是觉得好蛮符合。可以，非常合理，好不好？我记得我好像在《龙与地下城》的时候，他的新的预告片出来的时候，我还传给乙方。真的、哦？嗯，我想我已经看过了，可是番茄传给我，你说 OK？ OK？ 哇、啊，真的很好笑哎！可以，他什么时候要出啊？我有点忘记时间。29号还是28号？这个月吗？对啊。那我们不看鬼家人，我们去看那一部吧。好、哦，你可以等二轮。你做鬼家人哦？对啊。也可以啦。我现在只是好奇，我会在这间办公室，我会待多久？然后，如果可以，就是照目前的状态，然后继续待下去，我觉得也蛮棒的。还可以，上班时间我觉得蛮弹性吗？感觉也还不错，就是好像有更多闲暇的时间，比较不会被吵。哎、欸，我有给你看那个截图吗？啊，就是某只说，其实只要谁谁谁不烦我。他都觉得都很好。嗯，没有，但是我知道你在讲谁吧。哦，对，我也觉得哇哦哇哦，嗯，大家都一样啊。没有错，而且我们这一集的发其实差不多也该结束了，因为毕竟12点该睡觉啦。没有错。感谢阿瑶，那阿瑶，不然我们约4月份吧。对啊。你要吃那一间，你说的那一间的话，因为主要是看你哪一天平日比较 OK， 对不对？原则上来说，平日我都 OK， 因为平日我就只休就好。假日能不能只休，真的就不好说。平日晚上我们其实都 OK 啊，就是先讲。那我应该就是去你们那边吃，对不对？诶，可能对，那我要想一下，因为这样就变成什么？要不然就是要礼拜五晚上。可是对你来说，礼拜五晚上应该也不用好的来，因为你隔天要。这礼拜五晚上就只能吃很晚诶，就等于说我们也是要，可能要小请假，才有办法在用餐时间出现。对啊，嗯，这也是个，这可能真的不好约，我觉得。我们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讨论看看看怎么样。嗯。Time for bed。返回菜单。嗨，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番茄，我们的直播再见了。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 YouTube， 欢迎打开最终的小铃铛，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有推荐的游戏，或是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那我是番茄，我们的直播再见喽，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拜。